Bonnie。 Bonnie 咧係一個企業培訓導師，亦都係一個 coach。我會係喺學生嘅立場啦，主要睇下佢哋嘅優點，幫佢哋活出更加好嘅自己。我公司係就係叫做 You Beyond Beyond Yourself。我最中意做嘅運動有打網球啦，有真係一啲嘅負重嘅運動，咁亦都有游水啦，同埋去旅行添嘅。覺得一段時間咧，就需要透過旅行咧去令到自己放鬆啦。唔單止係可以喺唔同嘅環境嗰度俾自己去沉澱翻，亦都真係可以成個人咧同工作可以劃清個界線，真真正正得到休息。我最中意係 Ginnie Bottle 嘅 Travel Set。咁呢個 travel set 裏面咧已經有齊我需要嘅嘢噶啦，好多時候咧去旅行好乾啦，或者曬到啲皮膚窿窿地嘅時候咧，呢個 Ginnie Bottles 嘅 travel set 就好幫到手啦，因為佢裏面已經有咗好基本嘅洗面啦、護膚啦、daily 嘅 daily cream 啦，亦都最緊要咧，佢係有埋精華喺裏面。咁一乾啊，一搭完飛機嘅話，其實成日嗰個感覺就好唔舒服，咁一用咗下。Ginnie Bottle 嘅 Travel Set 之後咧，佢裏邊已經有齊我所要嘅嘢噶啦。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啲懶人最喜歡、最安心，因為帶一個 set 已經齊曬啦嘛。我最中意係 Ginnie Bottle 嘅潤唇膏，因為潤唇膏我自己個要求好高噶，因為我自己本身個嘴唇成日都乾啦，咁亦都訪尋好多品牌，去到300多元一支潤唇膏都好啦。都是那個感覺，一係就好像一撇嘢咁張住，一係咧就搽完之後冇乜感覺。咁但係 Ginnie Bottle 嘅潤唇膏俾我嘅感覺咧，佢有一種潤而不膩，又可以 keep 住有一個保濕嘅感覺，而又唔會話哇好立黐黐好唔舒服。所以其實而家我用咗之後，我都用唔到其他品牌了。